尊敬的各位大德、各位菩萨，大家好。我们继续来看《法说十善业道经》，请看《止庄严》。止庄严故，悉能涤除一切结使。观庄严故，能如实知诸佛自性。这段我们合在一起看止和观。这个止观是佛门里面的修行的总纲领。一切的法门都不离开止观这两条。什么是止呢？止就是定，观就是慧。所以止观就是定慧。所以禅宗里面修止观就是从修禅定而开智慧。念佛法门里面呢亦都是修止观。譬如讲放下万缘，一心念佛，这个放下万缘就是止。这个提起这个佛号，这个就是观。所以念佛同埋修禅佢哋嘅原理原则都係一样，都係修止观。呢个止有静止嘅意思，即係我哋嘅心一定要静落嚟，静落嚟呢先可以观，先可以明明白白。咁我哋嘅心越止在边度呢？咁最基本止在十善业道，亦即係本经开头所讲嘅菩萨有一法能断一切诸恶道苦。何等为一呢？位于昼夜常念思维观察善法。这个常念思维观察，这个就止。止于善。咁慢慢呢这个就能够把你个心控制到了。起心动念呢都与十善相应。念头不动则已，一动就万善相随。咁喺日常嘅生活当中，我哋点样嚟有修止观呢？要修放下，把世间嘅呢啲五欲六尘嘅享受要放得下，这个是修止。放下之后帮助我哋看破，看破就是观。所以看破帮助放下，放下又帮助看破，这个止和观是相互作用，相辅相成。咁能够修止，咁就能够悉能涤除一切结使。这个结使是烦恼的代名词。一切结使呢就是讲一切烦恼。佛门里面讲的三种，见思烦恼、尘沙烦恼、无明烦恼。通俗来讲呢就是执着、分别、妄想。这些烦恼通通都能够止得住，都能够断除。
咁我哋知道念佛啊，个心啊，要知道只在佛号当中啊，放下世间一切万缘啊，只提起啊呢一句佛号啊，心啊安住喺呢个佛号当中啊，咁咧就叫做止庄严啊。咁喺学教嘅人啊，对于教下啊，学教发愿啊，想宏法利生啊，咁呢个心啊，应该止喺边度咧？止喺经教里边。呢个经教最关键嘅，要懂得一门深入啊。我哋学经教唔需要学得多啊，一经通啊，就一切经通。所以我们只要在这个儒释道三家的这个基础上扎好根，在弟子规、太上感应篇、十善业道经这三根的基础扎好，然后呢选择一部经，一门深入，长时分修，这个就修止，结果就能够得到开悟，开悟就观庄严，所以观庄严故能如实知诸法自性，这个就是开悟，这个能够如实知，即是你明了宇宙人生的真相，你能够懂得自性。自性呢，经教里面讲是直而常照，照而常直，自性是直正，本不动摇，但是它又能够照，照是能生万法，那你那个修这个止观，最后呢就能够明了这个宇宙人生真相，这个就是得到了般若智慧。咁在瑜伽里面它亦都有相同的这种修行的这种方法。其实一切的圣言教学都是叫我们修止观，指就是把我们的心定下来，定下来之后就能够开智慧，就是观。所以你看看大学，大学儒家的这个四书之一，大学讲的是大人之学，圣贤之学，他讲的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这个明明德就是观，亲民和止于至善，这个就是止。咁下面讲话，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静，静而后能安，安而后能虑，虑而后能得，即是懂得心止在哪里，安住在哪里，咁你就得定，定之后你就心静落嚟啦，静之后咧你就得到轻安法喜，咁得到轻安之后咧，你睇问题就清楚啦，这个产生咗智慧，智慧，你就能够呢度讲生观，观庄严，咁然后咧。后累而后能得了你就真正功德圆满了你就能够实现明明德于天下所以这些修行方法我们看到如释道其实呢都有异曲同工之妙原理原则都是一样咁下面呢是讲方便请睇经文
方便庄严故，速得成满，为无为乐。这个讲的是方便庄严，是要我们把十善业落实到方便这个修行上面。什么叫方便呢？方就是方法，便就是便宜，即是最方、最便宜、最适合的这些方法，那叫做方便。那要在待人、处事、接物当中，要懂得用方便，这个要靠智慧。而这个智慧一定是与这个善相应的智慧，与自性相应。如果同自性不相应，同实十善业不相应，那这种方便就不是善方便，就不是方便庄严。古人都有说嘛，慈悲多祸害，方便出下流。这种方便如果同十善不相应，那就是出下流了，乱来。那这里说的是方便，是要懂得广结善缘，对一切人你能够广结善缘，你能够广结善缘呢，大家就能够接受你。咁你嘅呢个智慧你嘅教学就能够呢个施展你就容易有呢个法缘。所以我哋学讲经嘅人要懂得呢个平时要广结法缘。如果我哋只埋头去学习，你忽略咗同大家结善缘嘅呢个呢种机会咧，咁可能你学得好好，学得好深但系咧听你嘅人好少呢个系咩咧？法缘唔够广你话我哋师父法缘非常之广，点解咧？因为我哋师父好懂得广结法缘佢懂得这个善巧方便这个结法缘我们老法师一生他就是专门印经印这些光碟还有用上网卫星电视跟全世界人来结法缘所有的资料通通都是免费赠送所以我们师父那些人家送给他的供养通通用在宏法利生上面他一生没有盖到大庙没有做什么寺院的主持他不把这个精力放在那里只是为了广结法缘所以这个是宏法方便最适合的方法这个方法印光大师当年就是这样做印光大师成立了文化社专门广结广为流通佛法广结法缘那我们要学习祖师大德学习善知识亦都懂得要广结法缘一有机会要多啲帮助人譬如讲有人有问题我哋呢都尽量抽出时间同大家呢嚟研讨通过研讨之后呢就得到咗圆满答案得到咗启示所以听日呢协会好慈悲亦都安排俾我哋一起结法缘嘅一个机会喺呢十一楼呢度呢准备
再搞一次啊座谈会啊，就呢个呢都系呢啊好好嘅方便啊，使到那个大众啊有机会呢啊更加咁样啊那个面对面啊解决啊佢哋大家嘅问题啊，所以好欢迎啊大家嚟参加啊，大家一起结法缘。咁呢个出得城门为无为乐，呢个城门就系成就啊圆满啊，使到你嘅啊有为法无为法啊都能够得到成就啊。点解呢？因为你咁多方便啊，譬如讲世间法啊，即系有为法啊。你如果不懂得方便，你可能没有人缘啊，那你做很多事情呢你可能啊得不到人的帮助啊，就很难以成功啊。如果懂得方便的人啊，他那个缘好广啊，好殊胜啊，那做什么事容易成功啊。无为法啊，我佛法也是一样啊，懂得啊最适合的方法啊，比如说我们对自己啊，我自己想啊念佛法门对我是啊最方便啊，咁我在这个方法法啊这个法门上面啊定落来啊修行，咁就能够速得成门啊。咁呢度是讲的是方便啊，方便庄严啊，都是呢佛法修学的科目。无论是哪一个科目，前面所讲的六道、四摄、四无量心、这个三十七道品、还有止观方便、通通都以十善为基础、下面讲到的乃至、佛的果位、圆满成佛了，知道个基础仲系十善啊，所以我哋睇下边啊经文，龙王当知此十善业，乃至能令十力无畏十八不共，一切佛法皆得圆满，是故汝等应当修学啊。佛喺呢度啊，叫住龙王，下面又有重要的开始了。他说十善业啊，乃至能够令到呢如来果地上面的十力、四无畏、十八不共、这个是如来果位上的果德、都能够圆满了。那这个十力是如来果地上的十力，是包括以下十种。第一呢叫做是处非处之力，这里我们一条一条来讲。第一是是处非处之力，第二呢是知三世业报之力，第三是知诸禅解脱之力，第四是知诸根性劣之力，第五是知种种欲之力，第六知种种戒之力，第七知一切智处道之力，第八呢是知宿命无漏之力，第九是知天眼无碍之力，第十是知永断习气之力。咁呢个十力啊，系讲嘅系十种作用啊，即系如来喺果位上面啊，有呢种十种能力啊，佢有呢个作用啊。咁第一种系是处非处之力啊，讲嘅嘢系咩咧？
即系佛啊，知道啊众生啊嗰、那个阿赖耶识里边嘅业因种子啊，因为我哋所做嘅业，通通啊都啊呢、这个收集喺我哋嘅阿赖耶识里边，一般啊冇办法之见到的。所以我们不知道我们自己的因缘果报、啊、这个种子几时会遇到缘、啊、结果呢、啊、我们不知道、啊、如来、啊、佛他就有这种能力、啊、知道呢、啊、你、啊、这个阿赖耶识里面的这些种子、啊、所以他能够知一切众生、啊、因缘果报、啊、他有这种能力，即是他度化众生就容易了、啊、他能够看到你的阿拉耶识、啊、你前世生生世世的、啊、这些做的业、啊、都明白，所以他讲法就很契机、啊、讲出来一定是使你觉悟、啊、即是很符合你的根性、啊、所以你看看在楞严经上面、啊、这个啊，那个摩登骑女啊，在佛座下听经，啊、听到一半佢就开悟了，啊，正果了，啊，你觉得是咩呢？因为佛知道啊，佢有呢种是处非处之力啊，佢知道众生嘅因缘果报啊，所以佢能够啊呢、这个啊随住你嘅根性嚟同你讲啊，一讲咧你就能够开悟。这个是处非处主要讲是、啊、是善因、啊、或者是恶因、啊、你都明白。咁第二种力呢是、啊、知三世业报之力，即是你能够懂得、啊、一切众生、啊、前生今生后生三世的、啊、所做的所有的业、啊、你的他的造作你都能够明白啊，唔单止知道佢哋做嘅乜嘢，啊，仲明白咧嗰啲做嘅业有咩报应，啊，都通通啊睇得好清楚。啊，第三咧系知诸禅解脱之力。啊，咁啊佛佢有好深嘅禅定。啊，《楞严经》上面讲话呢种系首楞严大定。这个是自性的本定，它是自性、啊、本不动摇的，有这些深的禅定的力呢、啊、所以它看见众生那些禅定的境界它都很明白、啊、它完全了解你，因为为什么它比你深，它深到自性、啊、我们 就算是禅定天的天人、啊、这个四禅八定啊，这个是四禅，不是四禅天的啊，还有四空天啊，又更比四禅更高了啊，统称叫四禅八定、啊、这些天人的禅定的境界啊，他都明明白白。为什么呢？因为佛站在高处啊，居高临下看你们，当然他能够明白啊，不单止懂得六道众生的禅定功夫啊，十法界啊，那个乃至啊，那个一真法界当中啊，不同果位的啊，这个阶层的层次的菩萨啊，一真法界中41个位次啊，通通都明白啊，所以他有能力啊，啊度化一切众生。第四呢是啊，这个知诸根胜劣之力，他、啊、明白众生的根性，这个根就是根性，根性有些是殊性、啊、有些呢很劣、啊、这个根性、啊、其实就是天赋、啊、天赋怎么来的呢？是前世、啊、修行的一种结果啊，前世修行
啊，那个时间长啊，用功啊，咁呢一世咧，呢个根性就利啊，佢受嘅污染少啊，所以佢咧啊，呢个天赋高啊，咁啊愚钝嘅人往往系前世啊，啊佢啊呢个修行啊比较啊基础差啊，所以先愚钝啊愚劣。咁如果佛知道我哋嘅根性，就能够啊指出啊我哋用乜嘢方法最适合我哋啊，真系叫做因材施教啊。咁第五个咧系知种种欲之力，呢个欲系欲望嘅意思啊，即系众生嘅喜好啊。这个都是跟众生世即是前世那些习气有关。譬如说你今世喜欢读书，你前世一定是一个读书人，所以这个习气可以延续下来。那些前世三恶道里面的众生，他这一世那个恶习气就很强，他就常常会出这些恶念啊，做呢啲恶行，呢、这个系前世恶习气啊。佢中意做恶啊，中意做善嘅人，前世一定系三善道中嘅啊。呢啲人啊，所以呢、这个欲望喜好呢、这个佛都知道，都了解啊。你呢种喜好啊，因为前世啊，生生世世啊，点样得嚟，佢都明白。所以他能够投其所好觉悟众生。所以现在如来的智慧真的圆满。我们现在度化众生很艰难。为什么呢？不知道众生喜好什么。所以呢可能介绍给他的法门，他无限制接受甚至抵抗。这个都是我们不能够有这些智慧。咁唔紧要啊，冇呢个智慧呢，我哋呢首先要求生净土啊，去到极乐世界之后就蒙佛加庇，我哋呢啲实力就能够得到啦。咁我哋呢度化众生就方便啊，所以度众生唔好急啊，先要度自己啊。第六嘅力呢就係知种种戒之力。这个戒就是戒限，即是分别的意思。众生有不同的妄想分别执着，所以呢他就有不同的时空戒限。这个我们一般来说六道，六道就是六种戒，六个时空，还有十法戒，这些呢种种的这些界分空间佛都有能力见到，都有能力进入所以这个度化众生的方便好像普贤菩萨这个能够这个一念当中入到种种的国土种种的世界当中度化一切众生这个是如来实力。第七个呢是知一切自处道之力。这个讲的这个道就是你的修行的 法门。自处就是你修行的结果。你修这样法门，佛知道你得到什么结果这种结果对佛来说是明明白白，因为他不是推测出来的他是现时见到的，是他的现量境界所以这个在佛法里面大分我们知道有人成佛法，天成佛法，声闻成
圆觉乘和菩萨乘，所谓五乘佛法。咁你修呢五乘佛法呢，你就会得到咩果报？修人乘佛法得到人道，天乘佛法得到天道。呢、这个声闻缘觉你证得小乘圣果，菩萨乘你能够圆满成佛。所以佛啊都好明白呢啲修行嘅前因后果。咁第八呢是知宿命无漏之力，这个又是佛的殊胜的能力，又宿命通，不单止知道自己的宿命，连一切众生生生世世无量劫来所造作的所有的这些事情，这些业因果报都知道了，他有这些无漏智慧，这个漏是没有任何的缺陷。为什么没有缺陷呢？因为佛没有烦恼，放下一切的妄想分别执着，通通的这些现象都现在这个目前，所以他要度化众生方便了，他知道你的来龙去脉，所谓知己知彼，百战百胜，他对你了如指掌，你前世是做的什么，是姓什么，叫什么名，做什么行业，那个怎样出世，怎样死，他都很明白。第九个力呢就是知天眼无碍之力，如来的天眼就不同于一般的六道里面的众生的天眼，天人有天眼，但是天眼呢有限，看的还是有距离，时空还是有限，圣人声闻缘觉菩萨他们的天眼都有限，而如来的天眼是无限，一切的时空他都突破了，他都能够看得清清楚楚，知道一切众生在哪道里面呢受苦受乐，在善道恶道都明明白白。咁最后如来第十力呢是知永断习气之力，咁如来我哋话佛佢哋已经断尽一切烦恼，漏尽通，这个漏是烦恼，一切烦恼断尽，一啲习气都冇，佢自己知道，所谓这一生是最后生，不受后有了，这一生完了之后就恢复到自性当中，他有这种能力知道呢这个已经断尽了自己一切烦恼习气。咁呢啲係讲嘅如来嘅实力，当然个境界係非常之高，我哋依家呢学唔嚟，但係呢要知道咁高嘅境界都有基础，所谓千里之行始于足下，九层嘅高楼起于旅途，你行一千里路这个还是一步步行迈出第一步，你起一个高台你还要这土慢慢累积起来，所以基础是什么呢？就是十善业道，如果没有十善业，这些如来实力都没可能得到。下面讲的是如来的四无畏
四种无为呢，是第一、一切智无所谓。第二呢是漏尽无所谓。第三是说将道无所谓。第四是说尽苦道无所谓。这个无所谓就是说没有任何畏惧。如来当然离开一切的畏惧。他没有烦恼了，他就没有畏惧了。他不再作恶因了，就不会有恶报的这个畏惧。这个第一种无畏就是一切智无所谓。这个讲是如来讲经说法，他有圆满的大智，所以呢对一切众生，包括九法界里面的众生，讲经说法都没有畏惧。为什么呢？因为讲的都是自性自己正得的这些自性之理，绝对不会有虚妄，绝对不会有错误，所以讲法无所谓。我们有时讲经说法上台都有点惊惊地，为什么呢？这个是为什么有这个有畏呢？因为我们未有得到圆满智慧，讲的嘢呢当然不知道讲的啱定唔啱，不敢用自己意思来讲，所以讲的一定是老师讲的，我们用复讲即是复苏老师所讲，不可以自己添加意思里面，我们讲的跟老师讲的一模一样，最多是口气不同用一些词句不同以理绝对是不能够有差错因为我们未得到一切智嘛，等到我们开智慧了见了性了那我们就不用怕了上台讲经绝对是正确的，为什么呢？与自性相应现在呢未证得自性，就好像个小孩子还未懂得行路还要老师扶持所以呢就要样样守规矩懂得呢按照规矩来讲就不会讲错咁第二个无谓系漏尽无所谓，漏尽即系烦恼完全去除啦，断尽啦，所以冇任何烦恼，就冇任何畏惧。第三系说障道无所谓，呢个障道就系障碍我哋嘅正道。在这个不同的时代不同的地区这些众生都有不同的这些迷惑颠倒甚至学佛的人他们呢可能都会把佛法看错了听错了或者听偏了那这些呢就形成了佛法传播的障碍甚至有些人故意这个毁坏佛法说佛法是迷信把他呢打入这个迷信的冷宫障碍佛法这个时候呢我们要懂得这个要把这个正法正道拿来宣扬咁佛因为他已经开悟见性之人他明白乜嘢是正确乜嘢是邪恶所以呢他所讲的正法他冇人能够障碍得他所以得到无所谓
障道嘅冇所谓。第四咧系说尽苦道无所谓，呢个苦就系三恶道嘅苦啊。咁泛指系六道轮回，其实唔单止六道轮回啊，十法界里边啊都有不同嘅苦啊，哪怕是证得小乘正呢个圣果啦，阿罗汉啦啊，佢都有分别。啊！佢都有妄想，呢啲都系烦恼啊，都系苦啊！啊，所以咧，如来啊，佢从自性当中啊，教化众生啊，呢、这个教化众生啊，永远啊，呢、这个完全啊，离开呢啲苦道啊，咁啊，使到啊一切众生啊，离开啊呢啲苦嘅畏惧。咁呢啲呢就係、是、讲嘅佛四无所谓。咁、下面又讲到佛另外一种德能，就係、是、十八不共。十八不共顾名思义係佛独有嘅。佢不同其他众生共有。有十八种。咁我哋都简单咁介绍。第一身无失，第二口无失，第三是意无失。咁呢三种呢係讲嘅身口意冇任何过失，真正达到纯正纯善，圣德圆满咁现前，未证得如来果位，係菩萨。菩萨呢圣德现前，但是不能圆满，可能他都有少少的过失，咁喺佛嘅果地上面完全嘅呢啲身口意嘅过失都消除晒，所以最起码我哋睇到佛所做嘅完全同十善业道相应，同弟子规相应，同太上感应篇相应。所以我哋要学佛嘅呢啲十八不共，从边度学起呢？从呢个基础学起，弟子规100%要做到，太上感应篇100%做到，十善业道经要100%做到，咁就能够与圣德相应。咁第四嘅系无不定心，如来嘅果地上面嘅嗰啲定係即滅定，係首能言大定，即係六祖慧能大师所讲嘅何其自性本不动摇，佢係自性嘅本定，所以佢唔会有唔定嘅时候，因为自性本来就係定嘅，係 不动摇嘅。所谓乐骑常在定，无有不定时。佢起住坐卧，这个穿衣食饭，虽然佢做每样事，但系个心住喺呢个大定当中。这个系其他众生达唔到。其他众生做事嘅时候心就唔停啦，讲说话嘅时候心就这个念头就起来啦，好难。第五个呢是无意想，意想就是妄想，佛完全把妄想放下，不单止执着无了，分别无了，连妄想都无了，所以真是他起心动念他就不再起心动念，咁佢同众生接触一切除嘅叫做众生有求佢就有应随众生嘅心想而现不同嘅相所以冇心冇起心动念冇意想啦，就好似个大钟一样你唔敲嗰时候就唔响敲嗰时候先响个钟自己冇心
所以啊，佢就能够啊，众生有求有感应嘅时候，有感佢就有应。咁呢啲都系自自然然啊，冇丝毫勉强在里边。第六咧系无不知己舍。咁呢句话讲嘅意思系，世出世间一切法啦，佢通通都可以放下，决定啊冇任何嘅执着，乜嘢都可以舍，这个我哋凡夫乜嘢都舍唔落，这个身体舍唔下，身外物舍唔下，我哋嘅念头里边嘅贪嗔痴舍唔下。執着分别妄想舍不下，而在如来上面这个果位上面通通都能够舍。第七到第十二这个不共是讲欲无减，精进无减，念无减，智慧无减，解脱无减，解脱知见无减。咁呢个我哋都系简单咁介绍啦。呢个系如来圣德圆满嘅具足，冇丝毫缺减。第一讲嘅欲无减，欲这个唔系指嗰个外欲嗰个欲望嗰个欲。如来果位上面怎会有欲望呢？这个其实是愿的意思。这个古来翻经的时候可能找中国的词汇未必找得当时未必找得那么统一。所以呢这个欲往往呢通用其实这里只是愿的意思。佛的愿望是什么呢？就是愿一切众生圆满成佛。所以佛为什么来这个世间？来这个世间的目的，佛法经里面讲得好，唯有这个唯欲一切众生入佛之见，就叫开示悟入佛之见，就是你真正入佛的之见。入佛之见就是成佛，这个是佛的愿望。所以他能够为我们示现一切的德能和精进正念智慧解脱之见，这些呢都是跟我们示现一切的德能，都没有任何的缺减，究竟圆满。第十三到第十五个不共呢是一切身业随智慧行，一切口业随智慧行，一切意业随智慧行。那这里讲的是身口意三业，这些造作完全都是用智慧，不随顺烦恼。这个智慧是自性本有的智慧，也就是说身口意所造作的完全随顺自性。我们要学习要懂得首先落实我们十善，身口意随顺十善，咁就係叫做浅嘅讲随智慧行。所以唔可以讲得太高，你讲太高呢啲如来不共法我哋听好似听天书一样冇咩意思，唔懂得点落实。我哋要知道呢啲不共法呢啲如来嘅究竟圆满嘅德能，其实那个基础是我们可以落实
我们应该落实就是十善。咁最后第十六咧至十八，呢个不共法咧系智慧之过去世无碍，智慧之未来世无碍，智慧之现在世无碍。咁呢个讲系佛啦，本性嘅般若智慧现前，圆满现前，所以佢能够知呀。过去、现在、未来一切的这些 时空无碍。阿罗汉里面他们也都有这些宿命通，也都能够知道过去、未来，但是他们只能知道五百世，他们未得到无碍。佛啊，你们说是无碍啊，即是过去啊，无量劫前啊，未来无量劫后啊，佢都能够明白啊。咁啊，佢所以佢判断问题啊就会准确啊。你佛喺呢个在世嘅时候有个咁嘅公案啊，有一个老人家啊，佢要出家啊，好想出家，求佛嚟剃度啊。咁啊，佛的弟子们阿罗汉用他们的这个神通去看这个老人家有没有善根，没有善根不可以出家，结果看他五百世都没有中过一些佛印，然后就反对你，他这个人没有因缘出家，出家都不可能得成就，没有善根嘛。但是佛呢竟然跟他剃度接受他出家。咁啊，呢啲阿罗汉就唔明白啦，就问佛啦，佢都冇善根，点解可以同佢剃度出家呢？咁啊，佛同我哋讲话，你哋呢阿罗汉啊，只能睇前面五百世再前面你都睇唔到呢、这个老人家喺百万大劫之前呢、这个唔止五百世喺百万大劫之前有一日呢佢係一个斩柴有一日呢喺山里面斩柴，遇到老虎嚇到咩咁，就爬上咗一棵大树个老虎喺下面，佢就喺树上面叫咗一句南无佛就呢一句种落嚟嘅善根结果百万大劫里面都冇种善根呢一世呢这个善根成熟咗所以呢可以接受佢出家咁果然佢出家之后冇几耐呢就证得阿罗汉果所以呢个系佛嘅智慧无碍所以佢判断得准确绝对唔会有一丝毫嘅错误咁呢啲讲嘅系如来嘅十力四无畏十八不共都是如来自性的圣德而知道这些圣德我们本来都有我们不是少过如来少少不好如来佛有的我们通通具足只不过是我们这些妄想分别执着烦恼障碍着我们的自性德能所以要恢复这些德能那就是放下从哪里做起呢修善放下恶业开始做起咁就能够话一切佛法皆得圆满呢个一切佛法包括五乘人天声闻缘觉菩萨乘一切嘅佛法都系以十善为基础所以最后佛劝导我哋是故汝等应勤修学劝导我哋因为修善有咁大嘅作用要我哋一切佛法都能够成就嘅所以应该去修学呢个系从作用上面修十善嘅作用上面来劝导我哋咁下面一段这个佛再次来
指出十善的基础的重要。龙王，譬如一切成艺坠落，皆依大地而得安住；一切药草惠木丛林，皆依亦皆依地而得生长。此十善道，亦复如是。一切人天依之而立，一切声闻独觉菩提，诸菩萨行，一切佛法咸共依此十善大地而得成就。咁呢段佛同我哋结束讲俾我哋听，再次指出十善系一切佛法嘅基本。就譬如讲话成艺坠落，都要依靠大地先能够安住一切嘅药草花草树木都要依大地而生长这个是比喻咩呢？十善就系大地一切嘅呢啲佛法人天包括声闻菩提独觉菩提诸菩萨行。包括佛的果位一切佛法都是依这个十善的大地才能够得到成就所以十善是根这些佛法是花草树木他们的根就是十善所以要修学佛法要从根开始这本经的正中分就介绍到这里就同我哋从呢度睇到咧，佛同我哋讲自性呢、这个性德系十善，所以咧要我哋要恢复自性应修善业同时咧讲出佛菩萨大威四者佢哋嘅诸上庄严想得到呢啲庄严，应修善业咁仲有咧，通过修善可以使到一切佛法都能够成就从作用上应修善业体上用三次劝导我们应该修学善业最后一句是本经的流通分佛说此经已娑羯罗龙王及诸大众一切世间天人阿修罗等皆大欢喜信受奉行佛讲的这个经讲完之后就在龙宫里面娑羯罗龙王和一切听经的大众这些世间的天人阿修罗听了之后呢都非常之欢喜一信就是相信接受还有奉行最重要的就是奉行听了之后如果不奉行等于白听了所以我哋咧听完呢部《十善业道经》之后，最紧要嘅系喺我哋日常生活中落实啦呢个《十善业道》咁我哋一定得到人天福报，得到呢、这个菩提道上能够精进不退，最后能够圆满成佛咁我哋今日嘅呢、这个讲解到此圆满喺讲解过程中。不妥之处，请各位大德多多指正，多谢大家。